Thank you.
幸福的传说。蝴蝶如果挣扎了太久，就会刺痛玫瑰的心窝。蔷薇如果盛开了太久，迷惑幻想的泡沫。就会割裂凝结的寂寞，就会割裂凝结的寂寞。
酒后是最好的回答。美丽的德里克尔玛，就要出嫁，千山花白如牛牧羊犬，那就是最好最好最好的生活，那千满珠宝的大大孤儿，就是最好的回答。回答。怎么在人间生活到完全给这种情况。